真堂咏，上主请俯听我，怜悯我，上主求你前来助佑我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来到祭台前，喺呢个四旬期诚心忏悔，让我哋虔诚地进入这一次圣奥迹，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我罪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众生同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、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求你以圣宠支援我们所开始的补赎工作，使我们能诚心诚意克己忏悔，改过自身。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，阿们。攻读《伊撒意亚先知书》。上主天主这样说：你大声呼喊，不要停止，提高你的喉咙，有如号筒向我的百姓宣布他们的过犯，向雅各伯家指明他们的罪孽。他们固然天天寻找我，喜欢认识我的道路，好似一个行义而没有背弃天主法令的民族，向我要求正义的措施，期望天主与之接近。为什么我们守斋而你看不见，我们刻苦而你不理会呢？看啊，你们在守斋日仍然苦心经营，勒索你们所有的工人。看啊，你们一面守斋，一面争吵打架，以恶权打人。你们不必再如今天一样守斋了，免得你们的嘈杂在高处可以听到。难道这就是我所钟意的斋戒吗？难道这就是人们克己的日子吗？难道低头如同芦苇，以苦衣和灰尘铺床，你就称为斋戒，称为上主悦纳的日子吗？我所钟意的斋戒，岂不是要人解除不义的锁链，废除轭上的绳索，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，截断所有的轭吗？岂不是要人将食粮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无地容身的贫穷人领到自己的屋里，见到赤身露体的人给他衣穿，不要避开你的骨肉吗？若这样，你的光明将要射出有如黎明，你的伤口将会迅速地复原，你的救援要走在你前面，上主的光荣要作你的后盾。那时你如呼喊，上主必会俯允；你若哀求，他必答说：我在这里。上主的话，感谢天主。天主，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赤心。天主，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赤心。天主，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，以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。求你把我的过犯洗尽，求你把我的罪恶除净。天主，
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赤心，因为我认清了我的过犯，我的罪恶常在我的眼前。我得罪了你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因为我作了你视为恶的事。天主，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赤心，因为你既然不喜悦祭献，我献全燔祭，你也不喜欢。天主，我的祭献就是这痛悔的精神。天主，你不轻看痛悔和谦卑的赤心。天主，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赤心。主耶稣，我们光荣赞美你。主耶稣，我们光荣赞美你。你们应寻求善，不可寻求恶，这样你们才能生存。上主，万军的天主，也必与你们同在。主耶稣，我们光荣赞美你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，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，约翰的门徒来到耶稣跟前，说：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多次禁食，而你的门徒却不禁食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：伴郎岂能当新郎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悲哀？但日子将要来到，当新郎从他们中被劫去时，那时他们就要禁食了。上主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我哋四旬期嘅祈祷斋戒同埋仁爱工作呢，必须要由心嗰度开始。今日嘅读经一咧，就系、是、以色列啊，人咧，受到呢一个伊撒以亚先知啊，上主嘅说话咧，所谴责。谴责咩嘢咧？并唔系佢哋唔祈祷，至少佢哋唔系唔念经，唔系唔献祭，唔系唔做呢个十一奉献。法律要求佢哋做嘅，有后果嘅惩罚嘅事情咧，佢哋做足啊，一样系要做苦役啊，会撒尘土啊，会定时定量啊，做足晒门面工作啊，一样系念晒咁多嘅经文啊，呼号天主啊，喺公开嘅时候咧，要求天主啊彰显公义啊咁样。以撒以下咧就显露咗咧，就系、是、但系你哋咧，你哋斋戒嘅时候会争吵啦，会唔俾工资啦，会虐待嗰啲你身边你唔觉得吓、值得嘅人啦，你嘅佣工咧，你嘅奴隶啦，你当中咧被排斥嘅人咧，你唔会去辅助佢哋。法律唔要求嘅就唔做啦，冇话唔准做嘅嘅事情咧，就随心所欲啦。呢个唔系法律嘅精神，呢、这个唔系斋戒嘅目的。斋戒嘅目的系乜嘢啊？为更加容让天主嘅爱咧，去战胜我哋里边嘅黑暗。我哋斋戒好让我哋能够有更多时间去祈祷同埋服务别人。斋戒唔系个目的，斋戒咧外在所做嘅一切咧，就算系外在嘅祈祷嘅祷文咧，念几多经文冇用嘅。如果唔系替造咗内在，更加会摆低我哋嘅嫉妒啊，我哋嘅愤怒啊，我哋嘅诅咒啊，我哋嘅讲是非啊，我哋种种嘅暴行啊，
淫乱啊，诋毁人嘅说话，凶杀嘅思想啊。如果我哋唔系容让天主去照亮呢啲邪恶嘅嘢，甘愿认罪，弃绝佢，然后捉紧天主嘅，咁呢啲其余外在嘅嘢，只会令到我哋更虚伪。我哋唔单止系咁样，我哋侮辱咗耶稣基督嘅十字架，同埋教会嘅美名。教会今天点解唔系咁光彩咧？唔使咁吸引啊，就系因为我哋空虚咗佢嘅威力，侮辱咗基督嘅名字，因为我哋口是心非。因为今日嘅值得去默想啊，即系呢个读经一，呢个伊撒二啊，呢个好严重嘅一个斥责啊，严重嘅一个控诉啊，天主嘅控诉，对嗰时嘅人，对今天嘅我啊，都系 applicable， 都系啱嘅啊，都要睇下啊，我系做啊，定我有改咧？我系审判人咧，我有冇容让个真理去审判我自己咧？啊，值得去睇下我有咩恶习，我系冇改嘅。甚至喺做教会嘅事情，或者喺家庭、喺朋友嘅应该见证爱嘅地方，特别系嘅时候咧，仍然会闹人啊，会比较啊，会认叻啊，或者唔负责任啊，或者匿埋啊，逃避啊，或者懒啊，唔愿意牺牲啊，顾住玩啊，顾住自己啊，贪小便宜，小便宜啊，种种呢啲咁嘢，我哋要承认就系、是，天主，我首先要制宪咗呢样嘢先。天主，我首先要制宪咗呢样嘢先，求你帮助我。咁我哋正有一个真正嘅眼光去睇呢个世界嘅悲剧，呢个世界嘅悲剧，我哋正可以同一条心咁样去谂，我哋都要喺祭台前跪喺树，乞求天主，我唔得，你必要改造我哋，愿你嘅旨意成行。所以喺呢个四旬节开始，我哋深信主耶稣爱我哋，亦都有能力去改造我哋。所以主耶稣，我哋喜乐地去再一次拥抱你，你等待我哋去倚靠你。今天我就嚟去领受你嘅恩赐、你嘅改造、你嘅临在、你嘅教导。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将大地和人力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品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将葡萄树和人力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请大家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上主，求你悦纳我们在四旬期的祭献，并赏赐我们力量，使我们克胜私欲，常能以牺牲的精神力行仁爱的工作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请举心向上，
请颂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。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藉着主基督事事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。基督以40天的严斋树立了四旬期克己的典范，他摧毁了蛊蛇的一切陷阱，教导我们克胜邪恶的酵母，使我们今世灵以虔敬的心庆祝逾越奥迹，来日终能参与永恒的逾越节。为此，我们随同天使及全体圣人同声歌颂你，不停地欢呼：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。欢呼之声响彻云霄，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。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，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，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。上帝的救者，主啊，我们纪念你的死亡，庆祝你光荣复活，期待你光荣再来。上主，所以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圣体圣血之后，因圣神合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，我们的主教多默辅助他的主教，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。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，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，他的正配圣约瑟，诸圣中徒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，并求你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藉着基督，皆同基督，在基督内，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给与你同体的圣神，世世无穷。阿们。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我们怀着永福的希望，期待着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，求你拯救我们于一切凶恶，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，并求你大发慈悲，使我们永久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。
天下万国，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请大家互祝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，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领主荣，上主，请给我指示你的道路，教导我你的途径。神领圣体经，我的耶稣，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，我爱你超过一切，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。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，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。我拥抱你，完全与你结合，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。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的天主，求你使我们因参与这个奥迹而能清除一切罪恶，获得你的医治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全能天主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
你们去传扬福音吧，感谢天主。向圣米厄尔总领天使祷文。圣米厄尔总领天使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，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中。我们谦卑地祈求，但愿上主谴责他。上天万军的统帅，求你因上主的威能，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。阿们。